唉，朋友们，如果你看到你的老婆们在你的面前打架，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呢，是将他们先分开。而重点是，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进行和解。毕竟在世界上，俗话说得好，世界和平，文明你我他，一定要和睦，这是必须的。比如说，我后方就在进行激烈的打斗，他们就在你的面前，这时候可千万不能闲着，可不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你必须马上把他们分开，懂了吧？